好看吗？珍珠呢？在哪里？是有找到吗？大海捞针珍珠，请猜有几颗珍珠？六个。错，三。四五六七八颗，你答错了。你只吃珍珠啊？我要倒茶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用的，要先捞完珍珠才能倒茶。请问这样如何把珍珠倒出来？对啊。那你等茶都喝完了再来吃珍珠的意思？你在讲什么？